主料娃娃菜200克，鸡汤300毫升，辅料盐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将娃娃菜掰开洗净，捉水焯2-3分钟后捞出备用。将做好的鸡汤热一下，取黄油和汤汁淋在盘中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焯娃娃菜的时候放些盐，一来可以增加娃娃菜的口味，因为光靠鸡汤进入味道是需要很长时间的，二来可以使娃娃菜的颜色更加鲜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